姐姐，好好好，这样子来，把它先搞到车上再说。我有狗狗，能不能去啊？狗狗不能上车。就是啊，狗不能上车。给我送到三儿医院去吧。滨江之二是吧？不要滨江之二，到这边之二吧。这边之二是很远的。到这边之二吧。解放路之二是很远的，我先跟你说，不要紧的啊。那好的，可以的，走。因为我们天天不行。我把它抱起来。他自己走，来，四个给他脚好的是吧？自己来，让他来，我来。来，屁股这里逮一把，屁股给他逮一把。来，走，来，已经长嘞，屁股已经长嘞。屁股已经长嘞，大姐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姐。雨伞给他撑了，雨伞给他撑了。表情举这个大了，表情的，我就不懂，我讲讲你们辛苦呗。哎呦，我整天头疼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姐，我也是，两头你跟着跟，你把我推过去的，阿姐，我觉得你死了慢点，阿姐，我早死了，阿姐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哎呦，我早死了，阿姐。缓一缓。啊、哦，大姐，缓一缓。上车了啊！对，缓一缓啊！有我们有，阿七不愿意过，阿嫂跟他我。沙虾。我们是小狗。哦，你们这只小狗是吧？你姐姐在管着的呀。小狗姐姐在管的。姐姐不是把小狗呢带走了？带走了，小狗等一下进医院也进不了的呀。知道，叫他带回去。带回去啊？那你一个人去看病啊？有必要不要通知其他家里人啊？不要告诉。要不然儿子要担心死了，他们两个还有小孩子，不好告诉他们。哎呦，我痛死了！哎呀，不要告诉他们。他要过去吗？哎呀，我姐姐带着小狗怎么办？他要带小狗上不了车。他们让他抱一下，抱了就行不行？求你们帮他带走吧，好，要不然我一个人带走医院进不去。小狗能不能不带？把他带走，小狗不带。小狗不带，那变野狗了。哎，你过去吧，我已经跟儿子说了，我跟儿子说，叫他们快点过来。哎，你怎么告诉儿子了啦？我早就告诉你。人在车里躺着，心还在车窗外吊着，害得小狗落单，误了儿子上班。哪样都不好办，通知了是吧？让他直接去急诊室，那我们就直接过去了。大姐，肯定要通知的，要不然你一个人不是小毛病啊，你这个估计是骨折了嘞，要动手术了。你瞒得了一时，还瞒得了一世啊？是不是啦？动手术要家属签字的呀。